罩是吗？Hello， 这一集呢，我们来讲一讲现在高端家具界的当红榨子机 B&B。然后它是成立于意大利1960年，最初的时候它叫 ZNB， 它对自己的定义呢就是创意、革新和工艺。它大胆前卫的设计，还有优秀的工艺，以及不算傲娇的定价，它在高端界的家具中算是价格比较低的一档。然后样旗在近几年异军突起。就拿它现在最流行的 UP 系列来说，采用的是冷聚氨酯泡沫一体成型，无框架，肉感有软的同时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支撑效果。造型上，设计师给它闹想表达的是妇女受到的社会束缚。它的造型和用色都很抓人眼球，很适合作为客厅的 statement piece。可惜今天在店里并没有看到实物，咨询了一下价格，大豪的为7000多美金，定做周期为4个月。好，这一组也是我自己非常想买的单品了，是由建筑师马里奥大叔设计的卡马隆达，它模块化的设计啊，你就是可以根据你的空间自由组合。我自己觉得它颜值很高，但是其实做起来并没有到很舒服，实话实说。这一组沙发也是 DNB 的经典款，叫 Taffy。 然后其实它跟刚才的那一个豆腐块沙发卡马隆达有点类似，但是更简洁一些。这也是他家的经典椅子 Husk 系列，靠背的包裹设计很特别，看起来很让人有安全感。想提一下另一件 B&B 的经典之作 Moon System， 可惜店里并没有。它出自已故建筑大师扎哈之手，北京的望京 SOHO 也是出自这位建筑系女魔头。对比一下这两者的线条是不是很有相似之处。好了，这一集我们先到这里，下集再见。